為啲相啱啱我自己啦，因為我仔就係生日啦，咁樣都會請咗好多朋友嚟開 party 啦，咁樣我希望就俾大家見見自己個女啊，因為平時以前嘅照片多數都係戴住口罩嘅，咁樣因為眨下眼佢都就嚟三歲啦，咁樣俾大家望一望，同埋啲相係自己影嘅，我覺得自己影得好靚，所以想分享一下，係啊。但係如果兩歲幾咁快翻學嘅，佢係 paybook 定係咩班？其實嗰啲叫學前班咯。係啦，咁啊俾佢準備一下咯，因為疫情關係啦，所以佢都唔係接觸到太多嘅小朋友，咁啊希望佢可以多啲社交啦。咁佢翻學都開心嘅，會喊扭計嘅。哦，佢比我想象中好，因為我哋之前都擔心咧，有啲分離嘅時候咧會喊好耐，結果佢只係喊咗兩日。佢而家咧翻學校係頭也不回，拜拜都冇拜拜，就走入去玩。其實咧，佢兩個都黐媽咪多啲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你話出街行緊街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比較黐爹哋嘅，因為佢覺得可能安全感大啲，係啊。